今年又碰到我们那个紫藤花盛开的季节到了哈。那今年的气候刚好很适合，那今年的紫藤花会在盛开期会在三月底四月初。那各位假如要赏花的话，就来把握这个机会，因为紫藤花一年只有三个礼拜的花期。那花期最浪漫、最漂亮会在差不多清明节前后啊、哦。那各位，因为紫藤花三个礼拜，然后赏花的情况应该是在初开的时候，你先来一次，按、啊、每隔七天来看一次，你就会看到初开跟盛开跟满地紫色地毯的浪漫。